大家都知道我有很多帅哥兄弟，这不中秋节快到了，我打算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兄弟们，你们中秋节怎么过呀？有没有收到礼物啊？当然跟女朋友一起过了。月亮都有另一半，你们不会单着吧？有些人呢就太能装了，你看不像我，哎，我就从来不吹牛逼。今年中秋节我们老板发大礼，中秋节快乐啊！哎呀，这是粽子呀！我知道啊，短期节买便宜嘛，还挑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不像我女神给我送的新鞋，帅不帅？新谁太漂亮了。行了行了，看你们这么惨，我就大发慈悲一次。我上饿了么给你们每个人都下单了中秋礼物，9月25到9月29上饿了么给中秋加个蓝棒，搜索中秋好礼，最高188元红包必杀进宝箱，等你来拿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分购全品类50%券。最近你们都在出差，饿了么团员配送吧，30分钟急速配送，减少咱们的异地冷却时长。礼物什么礼物？发着头上来。真的假的？我看看，快快快快，多了去了。良品裤子呀，美琪的月饼礼盒呀，启程的阳澄湖大闸蟹，百果园的3斤爆款阳光玫瑰，哥们儿我够。兄弟，我就知道你最爱我。感谢礼物，以后你就是我爹爹。我真纳闷了，你裤衩都穿我，哪来什么礼物啊？用的你的卡呀。